误点广播回荡车站大厅。去年中秋台铁因频遭到设备问题导致大误点，但不止这个，其余的短时误点也被认为说已是常态性问题。是有发现误点的问题啦，这次常态，我今天搭火车就看到在等了啊，站务员还是等到最后一个上车他才发动啊。搭过台铁的就知道列车延误已不是罕见事，审计部的决算报告中也发现，对号列车准点率较区间车低，而且部分车次在行经特定车站时有常态性误点。以自强号列车来看，误点次数前五大车站分别为斗六、园林、嘉义、松山和宜兰站。因为沿线现在目前有那个行车改善六年计划的工程陆续在一直在进行当中，就会有慢行的限制。台铁官方虽然声称是因为经过施工段需要慢行才会有所延误，会再加强改善，但事实上也会有这个问题。在哪里？月台的第三月台在哪里的？过往就发生有旅客迟到还要求列车等待，导致全车得等一人。工会认为台铁误点有三面向，除了旅客不准时，有些列车长或运转员还会等待，另外列车设备零件的良率跟全线的轨道路基排水性也是问题。列车的准时也包含车子在车站间跑，那整个列车的动力就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没办法达到原来要准时的一个目的。搭火车因台铁本身问题而延误达四十五分钟以上，虽然旅客可全额退费，但也被质疑标准过高。如何解决延误问题，至今恐是漫漫长路。在新闻周冠宇蔡春琪。